对，左边那边那区，对，左边那区的朋友。好，我们数到一二三，手举起来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的眼睛是很好的哦。看旁边。你们现在先放下哈。来，一二三，举起来。好，我看到了。那一区哈，那一区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。来，大 Z， 大 Z 在你的左边，对，往右跑，继续跑，好，直走，继续跑，你的右手边往上看，有一个帅气的男生，对，有没有？在你的正前方，你的背后，你背后，背后，对，大概第六排吧，对，有个红色衣服的，有没有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热情的，哇，我第一次跳到这么后面的，对不对？两个红色了。哎，就是你啊，穿红色衣服的，对。你可以来前面啊，跟我合唱没有关系的。不错哦，这是我们要穿的。好吧，我们在新加坡就是要稍微特别一点啊，对不对？有一种花美男的感觉啊，跑步的时候一直甩着他的头发。来，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麦克风应该是有声音的、哦。Jerome， 这是杰伦的英文吗 ？Jerome， 想要点什么我的歌？歌浅来了、哦，好不好？帅气的感觉，我们这边的朋友要给他点掌声，好吗？因为他在跑这边。对，因为导播要拍你帅气的表情啊。我们现在拍的不一样，这样后面还有一些漂亮的女生，对。你先。